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杰克，今天要玩宝可梦救急任务。今天是 Pistol Mode UM 的第三集。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呢，我们又接了三个任务。那么这三个任务呢，是哪三个呢？我们就看一下任务箱吧。为什么这么多村民？啊，没关系。那任务箱是这三个任务，我们就按照顺序看吧。第一个是去吧，我的宝可梦。第二个是这幽灵不是盖的。第三个是进化老婆。好的，我们看一下。第一个是留言第43层的任务委托人是短腿的黑白猫。任务的委托是制作五个高级球，然后任务的奖励是一个学习装置。那如果要制作高级球的话，我们就需要黑黄色的球果，还有铁锭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可能待会要去下矿一下。那么第二个呢？第二个是留言第57层的任务委托人是王立成。任务的内容是抓一只耿鬼，并把它练到35等。任务的奖励是耿鬼的 Mega 10跟手环。那需要耿鬼的话，这样我们就可能要去幽灵塔那边会比较方便一点。那么第三个呢，是留言第76层的任务委托人是紫禁。任务的内容是获得沙奈朵超进化。就是应该是要把拉鲁拉斯练到沙奈朵，然后再利用 Mega 10超进化。不过这个任务的话，我觉得我目前这个阶段可能有点难达到，因为我目前也没有一个好的队伍可以去打 BOSS。 好，就是这三个任务。那么首先的话，我们先把球果拿去种，搞不好回来的时候就可以收了。我们种在旁边这里好了。好，然后我们应该要去挖矿一下。那下矿的话，我们就直接从宝可梦中心旁边下去好了。哦，有铁了，有铁了。那么目前的话，杰克是没有办法获得钻石，只能依靠你们的任务或者是更新商店才有可能会获得钻石。那商店的话也是自定义的商店，也是要你们的任务新增才会有几率有钻石啊，不然我真的是没有办法获得钻石，需要你们的任务支援，麻烦了。啊，我们就继续挖铁。哦，绿宝石一颗，铁锭。刚刚说完拿书本去敲它，霸气霸气。黄金、煤炭，哇，终于看到煤炭了。我们把这两个稿子挖断再回去吧。那我真的觉得我需要做一个包包，不过就是目前缺羊毛。好，坏掉，回去，回家咯。好，回到家了。觉得我是不是多做一点箱子出来啊？暂时储存我的东西。好，然后我们要拿的东西，球嘛，钓竿目前是先不用了，铁锭、金锭，然后做熔炉，暂时先当个家吧。之后有时间的话，再直播盖个家好了。也不是烧石头啦，我烧石头干嘛？哦，也是要石头哦，按钮。接下来的话，我们有办法做自动敲球的自动，不是自动贩卖机哦，这里，机械铁针，粘性活塞应该是可以，粘性活塞需要活塞啊，我没有挖到红石，所以目前也不行。好吧，我们第一次的话，我们就先用敲的好了。那在这边烧的话需要时间，我们去一下幽灵塔吧。我们去一下幽灵塔那边。哦，对了，就是我忘记拿任务奖励，这是上一次的钓鱼高手跟变化多端孩子的奖励，那么是10颗高级球跟一个我想要进化的伊布进化型。那么我想说就不要让它直接进化，就利用手动的方式。那我想要进化的伊布呢是冰伊布，那冰伊布的话是要在冰之岩石的附近升等才会进化。那么我们就先暂且拿着，因为我目前还没有想要让它进化的意思，所以就先放在箱子里面。
好，我们就先去幽灵塔吧。好了，我们到达幽灵塔这边了。那么，最困难的问题来了，我们怎么上去？我想说就直接叠到最上面去，因为你要上去的话也不太容易。欸，外面有个训练师，打得赢吗？猎雀，飞水手里剑，进化。小智版甲贺忍蛙，然后是妙蛙花，有点棘手。这个，还是有点痛。拉达替身，不要用替身。拉达，飞水手里剑。接下来是文香君，二属性的有用吗？还可以，啊，麻痹了，泰山鸭子，好，打赢了，麻痹粉，麻痹粉还不错哎，超音波不要好了，灯火幽灵哦，二零，哎，我不能用格斗系啊，白痴哦，他也不怕火哈，青眠鸟。哦，对了，我应该把青眠鸟用到进化，进化的话它就可以飞行了，所以应该赶快把它进化的。我能不能逃跑？看幽灵蟹就很难解决，可恶！我要上去一下，我直接去顶楼。哎，鬼斯通，啊！39等，他是这样就超过那个等级啦，感觉还不错哎。啊，我会不会没办法打赢啊？剧毒，透，麻痹粉，麻痹粉，啊，我剩一步了，偷丢一颗看看，抓不抓得到？抓到就可以毕业了。啊，挣脱了，再丢一颗。嗯，是，啊，挣脱了，可惜。哎，他应该都是幽灵系，所以打不到一般系的衣服，还不错哦。哦，抓到了，毕业！居然这样就抓到了。哎，我不要变仙子。好吧，那这个柱子就先留在这边。耶、yeah, ，我们抓到我们要鬼斯通了，好，那就直接回去。接下来的话应该是要等那个球果长大了，好，我们就回去等球果长大吧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先把鬼斯通用到变耿鬼吧。那么鬼斯通在电脑里面，我们就先拿出来，然后我们看一下他的技能是食梦、暗影球、以牙还牙跟突袭。好的。那么因为耿鬼它是需要通信交换才可以进化的，但是目前这是个单人世界，所以只能以强制进化的方式让它强制变成耿鬼了。那我们就来帮它强制进化一下吧。鬼斯通的样子，还是鬼斯通？哎，不对吧，这怎么了？不是，为什么还是鬼斯通？鬼斯通的样子，还是鬼斯通？为什么啦？只是一定要我找一个人来吗？可是他这边是耿鬼啊，好啦，就当作我们成功了吗？哎呦，好啦，假如这只还是一直出 bug 的话，我再想想怎么办吧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先当作这个任务成功吧。因为耿鬼的话是一定要透过通信交换才可以获得的。那么我是利用强制进化的方式，但是强制进化好像稍微有点怪怪的，那么也没办法了，暂且都先这样吧。
快白天了，我们待会再来收。那么我们就拿了九个黑色，然后三个黄色，我记得好像是黄黑黄还黑黄黑啊，我忘记了。那其实就先拿来烧吧。有了一些铁锭之后，我们先来做个那个铁针，这个。然后我们还需要一个打铁的，还需要一个打铁的铁锤。然后有铁锤之后呢，我们还需要这个铁球座。那么我们就先来敲吧。好，五个，然后黑色的、黄色的，这样吗？哎，对，这样才三个。好吧，我们黄色不够，我们回去拿。好，黄色长出来了，那么我们就再回去把它烧一烧，然后就可以来做我们的高级球咯。好，我们拿到了两个，然后把它做，哎呦，黑色缺一个，黑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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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缺少了一个黑色，要两个黑一个黄才可以做出来。好，这样就五个球盖。那么接下来的话还需要烧石头，烧个八个就够了。好，敲完了，那么这边有八个石头刚好，然后变成按钮，然后把它组装起来，不是这个，组装起来，有了，我们做了五颗的高级球，那我们的任务也结束啦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宝可梦救急任务就到这里结束咯。我们成功了捕捉到了鬼斯通，然后把它进化成了耿鬼，但是这个耿鬼好像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。那么我们也尝试着去地底挖矿，然后制作我们的高级球。那我们今天完成的任务呢有这两个，第一个是留言第57层抓一只耿鬼并把它练到35级，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制作五个高级球可以获得学习装置。那么这些奖励呢会在下一集的时候派发给杰克。那么下一集的任务筛选呢是右边这里的留言陈述，那么也希望大家遵守留言规则哦，在画面的左边。那杰克目前固定在 NONO LIFE 直播，是每周一到五的晚上8点到10点。如果还没有在 NONO LIFE 追随过杰克的话，可以在 NONO LIFE 上面搜寻844-1805或是杰克都是可以的哦。那如果还没有下载 NONO LIFE 的话，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那边下载。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，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，可以在右下角点个喜欢，或在喜欢的上面有个订阅，点击订阅之后旁边有个小铃铛，也希望大家多多在底下留言哦。我是杰克，我们下一次再见，拜拜。